三角图，每回合只要他做三点法术，他就没有办法这个、欸，太棒了！我觉得这设计真好，太好了！我要把台面清掉。这是我的责任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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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干嘛？我先把他打死，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加 buff， 然后我哎赢了没有？赢之前还是要做点这个今日运势占卜之类的、啊，像这样。前来报道。这是黑暗教主到底塞了多少钱、啊？这八分之一的机会、欸，莫名其妙。我操！这弄到底了还是不？他还是不把他射死，我都想说，嗯，应该可以会中吧。